画面中可以看到，远景获报骑车上前将两名男子给拦下，只见其中一人满头都是血，走路更是一跛一跛。警方询问发生什么事，他都没有办法好好回答。原来他遭人痛殴，原因就是因为在别人的骑桌前指指点点。现在来听一段警方说明：两名男子源于上子石桌下象棋，遭酒醉陈姓男子于旁叫嚣，双方进而发生口角纠纷。陈男在酒精作用下挥拳攻击，对方亦还手回击。过程中造成陈姓男子头部及脸部撕裂伤。事件就发生在台北市万华。原来这名46岁的陈姓男子喝了酒，靠近棋桌开始叫嚣，大家看到他这举动开始劝阻，没想到他甚至是先出手攻击，这下才遭到围殴，导致头部、脸部都有伤。而警方到场，虽然双方冲突已经停止，不过后续都还是将人统统带回，全以伤害罪依法送办。